彰化县立体育场环场道路路面一号早起出现一个大坑。彰化县政府除了进行道路管制以外，并在当日下晡进行紧急抢修作业，并将另外选择时间进行全面开学修复工程。彰化县立体育场在民国74年五月完工，曾经伫遮办理台湾区中运，一百年嘛办理过全国运动会。即届伫体育场环场道路的口处发生路面下陷。因为欢乐下陷的坑会危害到体育场大门的粘条以及桥卡居民的安全，所以管护公务处联络包商出动蓝马空车，先将坑吞平。我们彰化县体育场在民国74年五月完工，曾经办理了这个台湾区中运，100年也办过全国运，今年106年也办过这个全国的那个中等学校运动会，那。今天发现我们这个入口的右侧有一个塌陷那我们经过承办单位通报公务单位我们发觉这个有抢修的必要，所以虽然这个洞大概有4平方米4平这样的面积但是我们担心危及到这个大门这梁柱还有下游居民的安全所以我们今天奉魏县长岳阳指挥我们到现场来做抢修。我们今天会出动这个水泥浆灌浆先把那个洞口先把它弥平，然后再把它附近的这个路面清除。但是后续呢还要再做其他的开挖跟修补。我们希望能够保障我们县民的安全，也非常感谢当地的里长跟我们一起来协助。因为这项灾害是由当地介绍里长蔡美雄先发现提出警示，所以副馆长除了感谢里长的用心，也表示会全力进行抢修。下楼啊，也惊一个粗的，所以先灌那坑的，灌了烂，冰起来安尼。你现在先灌了吧，那后续有哪里有问题，再慢慢去查。目前现场正在持续进行南麻矿灌浆，抢修的期间将会进行通车管制，预计一礼拜以内会完成。路面修复了后，就会当全线开放通车。新彰化新闻部林彰化采访报道。